凭什么我要对你非爱不可，忍着的痛并成了讨厌。老鹰四少的陈世安签入老鹰音乐已经五年，日前公司吴玉锦发布声明表示合约到期，但仍在极力争取续约当中。不过陈世安目前尚未点头答应，外界猜测原因可能是和毕书尽闹不合有关。两年前陈世安和毕书尽的不合传言甚嚣尘上，公司一开始的解释是两人同喝一杯水也没关系，还会约逛街聊运动，但后来毕改口嫌陈世安的运动方式太过激烈，最后就连员工旅游两人也都是各玩各的。根据某周刊报道，当初陈世安靠着天后一曲爆红后，就带着 B 情跑校园和通告。后来 B 爆红后，脸书粉丝人数直接是陈世安的两倍，也帮公司赚了大把钞票。公司因此将重心转往 B 身上，陈世安顿时沦为小弟，也因此看见人情冷暖，导致今日约满走人的局面。在为爱付出疯狂，为梦受一点伤，为保护我的信仰变得更坚强。耶稣流宣中心特别报道。